常简单的腌辣子方法。波浪号波浪号味道很不错哟。波浪号波浪号。辣子用纸或布擦干净，去蒂，掰成段，撒上盐，腌一天。腌好的辣子控干水，布散晾晒至发蔫。瓶中加适量糖，大概三分之二的酱油，三分之一的醋，盖好盖子，摇匀，放入冰箱腌制20天以上即可。